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仍旧给您带来的是2014 QQ 游戏《天下棋艺全国象棋甲级联赛》的精彩对局。演播室请来了特级大师郑一红，和我一起为您做棋局讲解。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郑一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郑一红自己的自战解说啊。对对对，因为那个我呢，昨天的话在挑棋的时候呢，我有在想说，就是这次比赛有什么那个，然后我觉得说这盘的话，可能因为我自己下的话，可能体会可能比较深一点啊，对对。对对对，下自己的自战解说，我们当然应该听郑大师讲解，肯定应该是更有心得的啊。而且呢，厦门队在前几轮的表现呢非常出色，哎，也达到了一个领头羊的地方，也出乎，说实话，出乎我们这个观看的棋迷朋友的一个意料啊。你来说说这个厦门队有什么秘诀没有？没有没有，因为厦门是这样，厦门队的话呢，以往我们也有参加过全国象甲，然后我们最好成绩的话亚有军是亚吧？军，是吧？对我对对。10年，好像得了一个零亚九军，年，零零九九年，年零是九吧？年亚军，全国亚军。然后后来的话，因为种种原因，厦门队没组队。那个今年的话呢，由于有领导的重视的话呢，给我们很大的支持，然后我们就又从预选赛，然后很荣幸我们预选赛的话，我们也比较幸运，我们获得冠军升是组。吧？然后我完觉了得之你们也有这实力，啊，谈没不有没有，上光幸运啊。也比较幸运。然后我们后来也搭上了我们象甲的这样一个末班车，挺啊，好也的，挺好的，也就是也托象甲改革之福啊，是完了吧？才有那个。然对，后这一次的话呢，那个是这一场比赛的话呢，是联赛的第六场，对是战北京，对对战战我北们京威威凯，凯，哎威凯，我们然是后。远下南方，对呀、啊，哈我哈们哈。在那以逸待劳，等对，着你们过是，来，这嘿，就是象棋主客场的一个优势啊，还对是有对一个对，旅途疲劳的问还有一题。个就是气候饮对，食，气势，对对对对对，对。这然后马八进马七，八我进们一七，边白一边对聊。对对，炮二平炮六，平六，那个这个棋的话呢，就是那个张升鸿张大师的话，他对这个棋也下过因为我们以前我也见过他下过，对，申红是北京队的外援，对请对，来的外他援，是那湖个。南籍湖棋南籍手，棋手，对也对。是一个老道的棋手啊，也是那历个经这么多年象棋棋赛界给场，他起了个外号叫张金军掌，长哈，金军掌长，金掌。那个胡老师是司令然后他是金掌是吧？不过到金掌这个级别也已也经不很高，错也很高了，那个马二进一，我这是是你在当那时怎么想的？当时是走马二进一比较多的是走 G9 进一，对呀，G9 进一，然后调过来或者对，马二进四对，或者说 G9 进一走完之后走炮二进四，这样打一打再长一，都是这么走的。马二进一的话呢，是跟刘老师脱写的，刘老脱师写没的，教过我是啊，吧？刘大华刘老师没教过我，但是棋谱出来自学了，对对对的，然后棋谱一出来，然后呢我就看了，刘老师走这挺个好，好像挺好是吧？我就走了一个马二但是进。我们原则上说是不这么下的，是吧？非这个象挑这个马，对对对，其实就是说什么呢？以往的话，我按照我们象棋理论来讲的话，我们一般是不走这样飞象三进再对，马，编码没有象看，觉得有点别扭，一般总都是走哈。这个对，对对。但是后来的话，我们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我们也引入一种就是比较实用，对，哪实用招派。实用派？对，就是因对，为我觉得你就属于实用派的那棋手。怎么下？怎么对，他？因为就是跟见招拆招，我现在该走这个了，理论先放一边。对对对，可能也有跟受到那个软件，它那有象棋软件，它那个有时候走的，是它这不样，按照那种棋是理吧？来，但是，现在象棋软件是棋手们必须的必须对对对一个对准备的一个对对对对对，工谁具看啊。然后呢，像这个棋的话，就是七九平七九平八白，兵九进一，这个棋是要拱是，的这个棋一般都是走这个，然后冲这边。那如果说正常，如果你说往这边开的话，我们就走这个勾住它，你所跳。以这就显示出来有点问题了，有点问是题，吧？是，但是这个棋的话，我是不一般不走这个。不过你不走的话，它要冲，你一吃它吃出来，那那你你有点别扭了对也，你马上，他下步还是要对啊，它攻，你吊来不你，及了。对，来不及。那打是必然的走法。打的话，让它退出来，然后我再长一。对，我现在不明白，就这个打一下再走这红旗不便宜，不让黑棋白走一步，你觉得这个这棋的话，肯定是黑棋便其宜实怎吗？么说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来讲，就是说先手飞象棋对挺兵，
那如果说这样子徽向集队挺兵的话，那人家挺兵的话，我们都在走徽向集，白走一步棋哈，利益有多大啊？对对对，而且呢，你想一想，我现在如果是当做黑方来走，黑方也可以跟红方对抗啊，更何况我现在是拿黑方，对啊，所以说这个棋的话，再打一下，再退进，而且有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发现我刚才这样子走完之后的话？导致你挥向三进五，我如果不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话，你肯定不会走向三进五了。对，就是说他的阵型还是有毛病，所以便宜的这张棋有多大，还得事后论。对，而且呢，你看我已经把你象引过来，我也起到我的作用。好多都是历史遗留问题哈，改不过来的。改不过来。好，我们接着往下看。然后他从兵九进一冲，拱了。吃出去，然后只有逼对了，要不然勾住了。对，要不然勾住了。其实你就看到这个棋的话，就是如果没有是这样子的，你回不去。对，所以要你这样子的话，你是可以。所以他跟着向三进五也有联系。然后你发现这个其实哈，这棋的话呢，就是什么？这棋你看这兵在这，其实这棋的话，如果黑方的话不是说向三进五的话啊，比如说是向七进五的话，他就可以这一抓，那击过去，然后。你冲兵，再冲兵，你这炮总归别扭。你跳这个也不好，跳这个也不好。但是因为它刚好向三进，我就可以冲。它底下透着将军。透着将军。所以这个东西的话，有时候你看，你说补这边的话呢，感觉是比较整齐一点，总比这边整齐，对吧？马二进三，马二进四，比这个。但是同时，但是你知道，当时我摆棋谱的时候，我是摆的向七进五，哦、我就是觉得七象，但是走到那儿我又调过来了，对对对，所以各有利弊吧。对对，各有利弊，然后这个还可以再打一下、所以说这。所以象棋的奥妙是在这儿，它是一个全盘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计划，对对，不能单看局部和单独的地方啊，这也是象棋比较。精妙的地方，马一推三，马一推三，马一推三的话呢，这不能对，七九平八，对也可以，这棋其实如果说下稳健一点呢，看风格如果说那种比较稳健棋手的话呢，他其实可以对完，踩了，再马七进六，啊，这样棋先不动，啊，等一下，申红拿个大先手，可能还有小立功的味道，对对对，他有对，因为我们把棋手排在先手，总是希望啊，对，别碌碌无为，这就过去啊，因为还有两盘后手等着呢，等着呢，对对对，你是这样，你有一盘先手的话，你是舒服一点，但是有两盘还要扛着呢，对，今年的象甲也是改进了，去年是四先四后是吧？啊，对，对，红旗走的是车九平八，平八，这样呢，把变化引得长一点，啊，对，就打了炮平七，啊。打完之后的话呢，这棋呢，马二进四踢，我老觉得这炮有点。不，他这个踢完之后的话，你看这一踢。对，我当时是想这炮被踢了几下。我觉得踢完挺好。你觉得踢的挺舒服。被踢的挺舒服的。那个这个为什么呢？这种棋有时候是这样子，你不要把棋那个优势走截了。我看得太单调了。不要把它优势走截了，因为其实这个棋哈，你看他踢了两脚之后。把你踢后势了。踢后势，因为你看我回来，你这个棋的话，你看如果你不踢我的话，你也得往回回。对，待会你看他要抓你。所以你看你要怎么开，你只能这个开或者这个开，对不对？你只有两个开。那你如果说我这样子过来的话，我回去之后，你看我有补士，你这个也开不了，我补士就是挺扎实，挺扎实的。被我是看你被踢了两下，本来先开始觉得不舒服，后来下着下着吧，我倒觉得有点用。对对，我觉得踢完之后挺舒服。反正吃一边又绕回去。绕回去。这就是实地派选。因为什么？因为你如果像你看，你如果出车啊，我绕回去之后，你看我这一打，那你是不是要跑？对，我这一下又给你。打回去了，哎，对对，所以说你看这样子的，一回去的话，被踢得挺舒服，被踢得挺舒服，有点像踢那个按摩去踢的那种感觉。就是、但是这个棋的话，后中仙的味道 对对对，但是这棋就这个比较大，对啊，这个棋我透了去炮，然后马六进七，马六进七彩，马六进七彩，哎。啊，马一彩，那我这好吧，进二一打按照你的节奏，顺理成章的调整是吧？他推退了也是差不多合理的。你如果进二说想吃我这个踢出来，也没用，没有不太好解决。对，因为你看我这个，主要是我中边可能还会有问题，他的四路马压力有点大。对对对，所以他干脆就回来了。然后我这一踢，他这一跳，马四进马四进二这一跳，然后这一跳的话呢，走个。炮八平九就在这个时候，这个时候的话，是一个对红方来讲是一个考验他的一个时候，就是一个比较抉择的一个时间段对，这个棋关这棋一打的话呢，就是说什么？这棋的话呢，红方有几种？哎，对，车平二，车平三，感觉上肯定车平三吧？为什么？我是不想被牵住嘛。那牵住也有牵住的好啊，牵住的话，牵住将来能对。牵住刚刚对，你看啊，你如果打比方来讲，我一旦如果对车成功之后，那我呢车
子弟都比较往上。那我这个想出来没有线吗？当然我还可以抓这个啊，就是可以抓这个，哦、这样对。但是呢，我 GP 平台也出不来哈。但是对，就我觉得是实战，它是走 GP 平台 ，GP 平台也出不来，出不来。看它也但对对，所以说我当时其实的话呢，你看他硬手的啪啪冰球是这意思吗？不，我觉得他应该走这个啊，觉得应该啊。其实我后来的话呢，就这个棋，就这棋而言的话啊，就这棋而言这样子，他踩进来，然后呢，我这一打打吗？啊，他退二。其实这棋的话，我后来研究一下，我觉得应该走这个好。还有更好的，这个车进三抓一下，看硬手，看他硬手，对他那个马比较不好跑，这个，然后再这样子踢。出来就这样，就在马三进四啊，什么慢慢踢。先走个先手是啊，对，先走个先手，这个棋也可以这么下。但是我这样下的话，目的其实我就是什么，我就这样子，然后把鸡扔出来。你就是主要是把八路局亮出来，这个很简单，很明了。对对对，很明了。对。但是它实际上的话呢，它是可以走到 G 平二，你再去八进六，它马二退四啊。啊，对呀，啊，我是这样子，他是马在这啊，这样我一打他退，我一踢他走这个，对，我啪啪平九啊，对。然后呢，他走 G 平二，然后你 G 八进六，G 八进六，对不对？然后他就可以走这个，就对了啊，就升对是吗？对对对，对他不就给你冰吃了？哪个？给你 G 八平九啊？对 ，G 八平九冰吃了，是不是？对啊。我当时也是这么算的，他冰吃完之后好像挺好的啊，但是呢，后来的话我看到他可能会有这一手，然后抛流进一啊，然后呢就是你讲的话就往这边踢，往这边踢啊，往这边踢，往这边踢穿攻。你如果退役的话，他就待会就这样跟你对，对完之后他打过来。我觉得挺纠缠的。挺纠缠的吧，对吧？纠缠不清是吧？对。啊，反正子弟在这儿互缠。你又走这个，我就往这边跳。嗯。对不对？然后呢，你如果退役，这块挺纠缠。我就往这边跳。也双方没看出特别好和特别不好，但是黑方也算吃了几个卒，我觉得。啊，对对，也觉得挺那个。对，也还行，能。但是你想想，他其实这个棋的话呢。这个棋的话呢，就这么一打的时候呢，他呢就应该走什么？他如果走到这里的话，我们他实战走的啊，他实战是走的这嘛，实战走这，我看看他实战，我 G 八进六一呀，哦 G 八进六一呀，对，那你这个马就出不去，然后你他一撑四，不是啊，然后呢我十四进五，我也跟着十四进五，啊。然后兵一进一，兵一进一啊，兵一进一，这棋呢走了兵一进一，我炮很平，嗯。啊，然后他马二退一跑了。嗯，嗯，对，马二退一退，马二退一退，炮八，退一打。啊，这棋呢，炮八退一打的话呢，这个马有点不舒服。嗯，然后炮八平七。嗯，啊，然后这个棋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你们认为说走什么会比较好？对，我们让棋迷朋友稍过一会儿，让棋迷朋友来看看这个棋应该走什么啊。我们稍后回来。啊，嗯。观众朋友，欢迎回来。刚才讲到的话，就是这棋轮到黑棋，黑棋怎么走？那。黑棋的话呢，很多那个观众朋友说会走炮八平七，嗯，啊，这棋打去是个先手，看着是个先手，对对。然后包括我们当时在那个厦门比赛的时候，下完之后也有很多棋迷们，他们也说，哎，你为什么不打下车呢？嗯、他说等你走车啊，我实在是这样吃起来跟他对车啊，对，他说你再把车吃对了吗？他是说你先牵上是吧？对，然后再走。他如果把我吃，我就把他踩了，嗯、这个吊住，然后那边你不是。一片大好嘛，啊、但是我当时是这么想，我说这样吃它长饿，有点烦。马没地儿去，马对你这个地方去，你如果进七，你进七的话，它走这一抓，哦、然后一会儿在这一对，然后这边又可以长出来。哦，这是你对是算的对。对，但是呢，就是这样子的马也挺烦的。然后你如果走这个，嗯、我当时就算了，要不然只能走这个断开了。对，你断开的话，然后它把你踩了，踩了用这个踩了，踩的话它就什么，它变僵，把你这样吃。哦，对。然后你又跳这个，他再给你打。G 八平六。啊，然后呢，我当时算了一下，可能我走这个，嗯，然后他有可能把你踩。算的真深啊。踩了，你试了，然后呢，他呢脱根了，不要了，你打了他。你打了他 G 二进八。八啊，对，先进后取。就是这样子。当然，这棋的话还是有些变化，但是这个棋有可能会走成这样子。嗯。但这样子我又简化了。对，简化了不情愿，对不情愿。但是后来的话呢，实际上。走完之后的话，我当时也考虑的不是那么详细，其实还有变化，还有变化没算到，没算到，对，当时没算到，就是临场临场，对对，你也不可能算的那么仔细。你这一打他走这个可以走这个，
七八千二是吧？然后呢，你退这个或者退这个，啊、反正你两个退一个吧哈、啊。你一般是退这个，因为这个退完之后，待会这边比如说打了再接着掉，我觉得别着、啊。对，退跳再退这个、啊行，然后我们冲这个兵，啊，然后比如说你飞了我，飞了，然后走这个。哦啊，巧了！哦，这样还行啊，这样巧了。你如果上去抓，我就菜你。你不懂的话，你这象不能分。这样还行啊？对呀、啊嗯，这你看这一招，就是我当时怎么忽略了？是吧没有，我对没就没想到我可以走这个啊。对，其实也不难。这个忽略了，对，忽略了，因为这个棋刚好吊着。这个我们棋手在临场也有情可原啊。你那么紧张的情况下，大脑跳马我打了，在这边。对对对，那吃着呢。对。那所以呢，还是可能那个更紧凑一下，套八兵七。对。看来旁观者清啊。嗯，不，他们也是以为说，但是以为是他也没看见后面，啊、对，他也以为是这样。他是说先签上更好一点，啊、但是实战上可能出了一个七八加。但是如果说打完再宰的话，还真没有，真不如我直接宰好。啊，就是他这个很那个，宰完再宰的时候，人家宰二。对、啊，那是比较复杂，那就复杂、啊、对，那还不如直接吃。我就吃了，嗯，吃了他菜了，吃了我菜了他。啊，那他去抓这个啊，这个是肯定的，这招是一定要。嗯。然后呢，这时候如果说打比方，我吃了他，他吃了我。哦、啊。那这样讲话了，你没什么优势，原本把你那些优势的东西越来越少掉了啊。对。然后呢，你呢？比如说，你如果打了他，他打了你、嗯，然后呢，这个也讲话，他待会抓你。所以你保留变化了，保留变化是吧？哎，那我问你，这时候你去看那个陈鸿生的棋了吗？没有，因为陈鸿生那时候我有去看了一下，但是那时候还进入中局，还没看清楚，还没有，就因为你看他们才走到大概在十几步的时候，那会儿都在被捕，是吧？啊，还没出现胜负哈。对，还没胜负。那就自己吓自己。啊，就吓自己吓自己。其实他们两盘和棋就是那个张子张子和棋，还有那个谁，还有那个王岳飞也和棋，那两盘倒是比较早就明朗了。对，比较早就，但是我们这两盘下的还是比较缓慢，而且你想想，那个陈鸿生他下棋速度一般都比较慢，他节奏比较慢，他一般都下到后面是一分钟几秒的时候，一般拍快棋哈，拍快棋，嗯，啪啪平六，啪啪平，然后这一抓，啊，他就一那个不牢不、嗯，你不能马上退啊或跑，你退我抓嘛，对不对？是，他要先抓你一下，让你难受。嗯，那我既然都已经跑了，我不可能再打，对不对？对就是这个位置不能给他，要不然早就打了，要不然打早就打了，对，我就称势。我觉得这个样子还是挺铁的。啊，对，那他不能再跑了，跑我就抓了。对，他只能退马，这样马七退六、啊。其实我就是要把他马给拉回来。嗯，啊，目的就是给他拉回来，然后停兵。哎，这样子呢，就是说什么？这个棋到这里的话呢，黑方肯定是优势，因为这两个面积很大，嗯，而且它这个位置的话，一会儿就出来了。还有一个就是，你看你这不管、对，下到这儿，我觉得挺明朗的，黑棋满意了。满意了啊，对，兵五进一，兵五进一再一冲，对，那也是大通头活车。对，也就是说，你开始的这段运筹帷幄，运筹的还不错、啊哎。又送回去了，是吧？我不是说又送回去了。啊、运筹帷幄，运的还不错、啊。其实就是什么？其实他刚才的那个就那你说那个车平二和车平三那块哈，还是应该平二，有点不细腻啊。应该平二，平二的话，这棋就因为平三之后的变化，基本上就是就顺着走了，就是这样。目前就放在那，看看你怎么扩大优势的。那个张大师走了个炮六金，炮六金基本上是目前也是比较灵活的，比较有没什么好走的了。不，他主要是什么？主要是担心说这个马带会收工。嗯。然后呢，他长起来的话，就是一会儿我可以甩到这边。嗯。主要是骚扰。他主要骚扰你的象。象，因为你那必定别着。别着，对，骚扰。还是这个符合深红的特色。嗯、对，深红是比较灵活的那种。啊，对。然后突然哪有个地方需要我进来，然后就籽儿掉过去弄你一下。对。我觉得他是这风格。他的风格也是属于比较明显，因为他以前的话呢，就是在那个专业队比较少。我像我也是没什么下专业队的，是吧？我们都是那个，然后就是属于比较绿林一点的，是吧？所以说我们对，稍微，所以实战派更多一点，实战派更多一点，然后技战术更多一点，啊，对，所以他就长一个军。棋手里面有这么一派人，一派人有这么一些人，对，这一打。然后飞下，那这样子的话，我就是有点别扭。他随时可以，你看这个把我对啊，就是视线有点不整，还是有一点不整。对，就这样吃完之后，你看他没事就给我拿着吃，吃完之后他要炮三平二又可以闪击，嗯、所以像当时呢炮六进一的话，其实是蛮有针对性的，蛮有挑战性的哈、啊。如果要是一般选手跳跳马什么的，可能这棋就直接压倒性的优势了，对是吧？你还是给你带来一点。对，你马还不能乱跳，你看你马一跳的话，车进六马上就切掉条线了。嗯
对，对对，你这所以么我还就说没什么好走，但是他没动这个嘛，调这炮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的其实啊，还是对不对错的。对对。然后这个时候他把我吃的呢，我现在的话那个车没发挥作用，没有点。啊，没有点，你看这个地方升起来也要升起来绕嘛，你不升起来还得绕嘛，绕。所以我就走了一个车平二，车平二的话就是我看这一抓这一拉直接就这条线挺大是啊，吧？对对，我就马上那你能够干嘛切不到，车平四？车平四也可以。但是问题是什么？车平是待会马这七个进啊，八，都不放人家出去了嘛？哎，我车去平二哪？还可以，待会可以这样子的啊，还能搬啊。吗？你如最果主要还能一搬样的，吗？你如果这样转完之后，在这个位置跟这个位置其实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现多，在那一道倒没什么事。对，而且你到这边来的话，主人要还有个斑多了马，个斑马，对，这一斑这有点也挺难受的。对，好，这一出那这象就不要了，是这那像它一吃的话，我就补个4/6进5了，它没这样骑。我再垫住。你到时候都看好的话，这个象是这样肯没定关给系，他的主要是什么？它没有后援，你看就是马上不去。就对马两个马跟炮上不去，就吃一个象没关系。哦，对，而且它攻击不到这边，中路已经攻不到了，对不对？它这个没问题。那他怎么应我走的？这个，炮三平二。那我这一抓，他跳马。那这个棋的话，他平这一步的目的就是说准备来跳马。那我实在是走这车个二平抓，七了。因为在这个时候的话，双方用时都已经比较用得差不多了，就是剩还下的有就一三两分钟。三两分钟，对，三两分钟。然后呢，基本上都剩下三两分。然后我当时是心想说，我走这个的目的就是说要让他马上判断，麻烦。但实战当中好像觉得后来看的话，实际不是那么冷静。我其实应该更冷静一点，补个士。然后看你，弄他都不弄是你又吧？不弄，然后我现在看他自己调我啊。对，然后我要来抓你马，看你这个炮先去哪你不啊？变应万你看变啊！你扔底，我就来抓你。你又扔到这，那我不会那么傻来抓你，对吧？被被你挡。勾对，搭那你如果就扔到这里，我就来抓你马。你弄这个，这边还有可能啊？对，有问题，我就是比如说吧？这一抓，我先抓这个，那你如果跳出来，我再抓这个，再长一抓这个，啊，就原则上说，那边的车炮好像很难出棋，对，然后我抓这个，基本上出不了棋啊，哈。然后翻一个，啊，对，所以说这样子他就有点危险了，马会有点危险。比较难受，所以说这个棋的话呢，应该是先补个士，补个士更细然后哈，再更抓，紧凑一对，点更紧哈。凑一点，对对，看你怎么决定。比如说你进到这里的时候，我待会是不是可以考虑走这样，连上飞了我再给飞你了抓，抓双啊，对对。所以说我这棋走的有点，我们的联赛时间是60秒加30秒哈。这个也六十是慢分钟棋加三啊，六十十分钟加三十秒，就是每步棋都会延30秒。啊，对。快棋是10分加10秒。啊，对，是吧？10加10的十加十，对对。然后我这一抓，一抓，我这个一抓，然后人家这一打，打我马，一跳，人家再一抓。哎，这样子的话，你无形当中的话变成，比如我开到这里，我也将不了，变成没线的，没位置去。不是，总的来说，我觉得黑的红队的那个物质不太够。对，就是是这东西一手它不够。对，他虽然东弄一下西弄一下，老在骚扰你吧，但是他配合起来这个色子它有点散。落啊，有点散，对，有点这散。黑的这子儿，你看呼啦啦啦，全是黑的它是一片。中间一片，对，然后所这以个就，待会随时可以过哈。总的来说还是黑的好，肯定黑的好。黑的好，这个然后我要，走这个，我觉得红队有点然危后险。踢我，听我是控了他一脚，控了他一下，当然也可以走这样摁住他。差不多，控一下，哎，控一下就好。摁摁的话，待会就是这个往上没攻，哎，对，你控一下，显得我们高手的灵呢。对，比较有点灵气对，一有点点灵气。这个是比较一般的笨的那压的那种。对对对对。但实际上作用可能现在看啊，但是从后来的角度，后来来看的话，这个用上了是吧？是好好。那肯定灵的好一点。对对对。然后所以有时候就是什么下棋，哎，就像他们说什么，有人当画家，有人当画匠。你那个匠气很足，对，很重，就是说。所以高手跟这个平时的水平肯定是有区别的。有时候就是稍微平一下，但你也不要往里平。清平它就出来一点啊，对对对，就清一点。它这一冲肯定要过去骚扰，它吃这个也没用，对，吃这个也没，我就照跳。最主要是吃边象一点用都没有，一点用都没有。对，其实这按说这象应该挺大，但是现在看真是没什么用。啊，他走这个，来兵七进一，然后马4进5一跳，他一靠，然后真是实战我是走这个。哦，对，后面这一红这块下得很精彩啊。我是走这个，但是我如果说要继续把控的话呢，可以走这个。也不错啊，炮6平5，炮六平五，那什么，你不能吃象啊，你这个吃象始终不能吃，我有一回闪，有个巧手有个巧手这一闪，然后呢，闪你呢，
凭靠其实最大的目的就是不让你靠，你不要你过来，就干脆你一点机会都没有。对对，你不要过来，然后没事我就走边走边走边，就是耗死了可能啊，管你耗死了，就是这样。红的都没得走了，这个不行，这个不行，那个没用，那不能吃相，这个也跳不上去。所以说是什么？就是我是属于那种优势的话，我就拿刀去砍的。有些人的优势的话，就是让你不能动的。啊，小许的这个对，行，那行川他就一点一点拿着，拿死的。所以说有时候你是不是看着这种有点急呀？啊，我就看着说这种棋，赶快。刀拿出来差不多了，可以砍了，砍就 OK 了，就好了，就不用着急。然后他的那种风格就是我左边给你控住，右边给你控住，你不能动。对，其实所以他可能是走这种棋的，然后走这个的话呢，其实他呢走这个其实还是粗了点，这个还是细一点。对，因为走这个的话，他可以他其实可以这么想，这一吃这是他顽强的下巴，然后我一走啊，对，这比较顽强，他走这个。车平二是啊，你一冲，他就对这个，车车哈，啊，先把这条线抢过来，对你很大，你不对，他就中间一抓了，哦，就横着抓了。那你对的话，踩掉就残起了，就漫长。虽然你好点，但是漫长。对，漫长。这也是红旗最后唯一的一个拉长线的机会哈。对，就是这一冲，就这样子的话，我一冲，然后他没走这个，他走这个，啊，他走这个。然后走这个的话，就是他是不是这块时间更紧了？嗯，倒是没有，就是说他，其实我觉得山红走棋还挺快的。对，方向的问题是吧？就是有时候对于就是说这个棋目前这种形势朝哪个方向去发展，啊，是一个问题。他可能觉得这个兵能救一点他这个啊，对，没有，他可以骚扰，比如说这样子，他可能是这么想，这样子我一冲，我这个肯定是往下冲的，对，然后他这样抓我，然后比如说我如果跑，我跑的话，我跑跑这，比如说你跑跑哦跑这。然后他中间一抓我，然后我马一跑，他有刺我一枪，还不干净哈，再把这个给吃了啊，这样还能下。等我这个给赶跑，因为现在目前这个是最厉害的，啊，把我这个赶跑，啊，但是他可能就是忽略了一下，就是说我呢，我就被你冷手了，不要了，我果断的不要。这个卒六进一是，你我觉得易红下的比较那个比较强硬，果敢的一招棋，对，比较强硬。对，这可能也是红旗在计算当中没有算到的。啊，对他可能就是觉得说，他觉得你吃炮，他肯定该跑了，该跑是吧？啊，他可能没看你这么强硬的下。对。然后从什么时候开始瞄着这个就卒六进一的？啊，我当时要冲的时候。那冲的时候我就想说，他如果来吃我就不要了，我就往下冲。就看到有棋了哈，这几个子已经到位了。有时候就是什么，就没算得那么仔细，但是棋感觉说这么棋。对，我们棋手有棋感啊，就是感觉上这个棋行，就基本上时间紧的时候就不用算了。对，不用算。这就是平时下的太多，累积的太多了。对，就是棋感的问题。所以然后他吃进来，我就退了个士。你看我这弃一兵一吃，踩一将，这一将这是杀棋。这是个。啊，对，类似于金钩挂月似的杀哈。对，然后呢，他其实这个棋我再顽强一点，还是得走这个。但是呢，他是先走了个飞象，有区别。你看啊，他是先飞象，我长二，那我还是叫杀。对，当你跳马的话，我打出来还是杀。啊，连杀。连他说我走这个杀。哦，对，下棋。啊，这个杀死了。啊，僵死了。所以他呢，他再走了一个这个。我走这个。马五进六绝杀。这就绝杀，因为他如果走这个的话呢，那我吃一将。他出来，然后我再送一下。对，然后你马踩完之后双加啊，所以说当时的话呢，就是说他如果说啊比较没飞象啊没飞象的话，直接走这个，然后我跳，他再走这个，当然也是输，就是我吃，然后将上来，再一将走这个，然后我退这个或者退这个，然后呢他吃了我，踩一将马六进八，马六进八再吃这个吃中士。啊，他一飞象一将把鸡抽了，也输了。啊，这你算的都很准了。对，这个对于我们这个啊特级大师来说，肯定这个没问题，这个属于基本功，就属于基本范畴里面。所以呢，实战的话，他先飞了个行。对，我们摆到最后，让大家欣赏一下这个马五进六啊，这个位置，这个马五进六啊，实战就走到这，然后就杀棋了哈。对，我们的申红就投子认父了啊。那凭借着这盘棋，虽然这盘棋没有把队伍带到胜利吧，但是呢，也显出了啊郑一红的这个基本功非常扎实。没有。好，今天的棋局我们就给您讲到这里，欢迎您的收看。